对，我的信可能真的是，我觉得我想说的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不是真的不是我。我觉得 Me Too 的事情整个引发到现在，当然身为女性，身为妈妈，我觉得整个事情到现在，我会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，对于这样的社会运动是一个，我是给予非常肯定跟支持的。那我也会觉得说，这是我们的社会越来越进步，两性平权的概念真的是要越来越能够跟得上。那所以其实这个部分，我不能讲说我是被迁怒的，对，而是我是用正面的态度在看这一次的运动。对，我的信可能真的是，我觉得我想说的是，我想说的是，就是我不是真的不是我，那时间轴也不可能是我，那我那个时候也没有出道，那其实也没有，但是好像也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了。我有传讯息给他，然后其实，但是因为我们好像也不用说太多，对，我只有说你要好好处理这样子。我老实说，其实今天早上我在化妆的时候，那个讯息量真的大到好像很难去，该怎么讲，好像很难去消化这一切，然后讯息量实在太大了，那个新闻是啪啪啪啪，那个通知新闻的那个速度，对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能够，因为我必须要准备这场活动，然后我跟金华的团队还有很多事情在做最后的确认中，对，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能够很仔细的去 follow 所有的细节，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真的没有办法消化的。